那我相信呢，在听到两位总裁的一个分享呢，大家对于 v i t a Blue 的一定更加的好奇。究竟 v i t a Blue 呢有哪些珍贵的成分，可以来帮助我们重返年轻、拥抱健康、遇见更好的自己？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科学研发顾问 Christian Joppe 来为我们说明。Hi Christian。 Hello, thank you so much. It's a pleasure to be with you. Hello，大家好，哇，真的非常开心能够看到各位。Okay, so you want me to start? 好，那我可以开始了吗？Okay. Give me one second here. 好，等我一下哦。Great pleasure to be.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我知道你们是早上，但是对我来说是晚上。那非常开心能够参加大中华区的培训。那我们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Revita l Blue。呃，谢谢 Julia、跟 Mandy，还有团队的粉。 呃，给给我个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Revita Blue。Revita Blue 其实是我二十五年来的研究，我超过二十五年了，所以这个产品其实基本上就是有关于干细胞的产品。所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它它能够怎么样去改善你的生存，你先去了解干细胞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吗？你们都听过干细胞，一定。 现在呃，网络上啊、电视啊、杂志啊，都在讲干细胞。但是我们听到干细胞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在讲到治疗。那为什么大家会对于干细胞这么有兴趣？全球都对干细胞这么有兴趣，医疗产业也对它这么有兴趣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干细胞其实真的能够有非常棒的再生能力，但是大家都没有去问过的问题，而且也没有去谈的问题，就是这些我们使用的这些干细胞，我们把它用到是通常是骨髓啊，或者是血液啊，或者是脂肪里面的干细胞，所以代表是其实你身体本身就有干细胞啊，你出生的时候你就有血，你就有脂肪，你就有干细胞了，所以这些全部都直在你身体里面 那我们之所以没有这些再生，再他们之所以有再生能力能够修复我们，是因为我们把它抽取出来，然后再把它灌进去。所以，我这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做的研究就是，如果干细胞这么棒，它的再生能力这么强的话，而且它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话，那我们在做什么、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就干脆善用它的自然的能力呢？ 它真的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去了解说，哦，我们要怎么样透过干细胞去改改善我们整个的生活跟健康。那我相信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它一定会能干细胞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真的去呃行医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先去介绍一下什么是干细胞。我们先定义一下干细胞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定义呢？最好的方式其实就先解释它到底不是什么不是。 你的身体所有的东西全部都不是干细胞，它基本上可能不管是你的皮肤啊、你的肌肉啊、你所所有东西、所有的这些组织，它基本上都是特别的组织，他们只做一件事情，他们不会去分裂，他们也不会转变自己的形态。再来，另外一点，我们有这个体细胞以外，我们还有干细胞，所以干细胞是不一样的。干细胞基本上来讲是有两种事情。 干细胞不会做，它们不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功能，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功能就是有能力去分化、转换、变成其他的细胞。所以在这历史上，其实这好几十年来，哇，应该是一九五零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大家就已经知道说它可以其实能够取代血球的细胞，它是血球细胞的前身。 那后来这些医学上面的发现，大概在两千年的时候，科学家他们就开始记记录，干细胞其实有能力去变成各种不同的成人的细胞，可以变成，举例来说，肝脏细胞，他们不是只是有这个潜力去做，他们真的就是会这么做，甚至是会变成胰脏细胞去产生这些胰岛素啊，变成肌肉细胞、心肌细胞、脑细胞。 基本上，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都可以从干细胞来变成。所以，大概在两千年、两千零一年开始做些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科学家就开始真的去了解到，我们就也在文献里面提出这样子的假说，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干细胞。 其实真的是可以修复我们身体的一种细胞，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快转二十年，我们现在对于干细胞又有什么样子的了解？所以首先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其实身体里面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一直都不停在发生。每次我们受伤或者是我们身体有任何的损伤的时候，这个受到损害或者是影响的，呃，这个。 身体部位，他们就会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那这些物质就会被传达到我们的骨髓里面，然后就会触发我们的干细胞开始被释放出来。这些干细胞就会从我们的骨髓被释放出来之后呢，大概三到五天的时间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患部或者是受伤的部位，它的干细胞的数量就会加倍，非常的多。这些干细胞就是会在身体。 的全身开始去循环，在血液，在透过血液的方式去循环，可是最后集中在我们受伤或或者是受到损害这个部位。那这些干细胞碰到了之后呢，基本上真的一开始就是透过呃这样子的化学物质，然后这样子慢慢释放出来，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组织，然后这样渗入进去，然后它会去。 去去侦测这一个化学信号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慢慢慢慢往那个地方靠近，渗到这个组织里面，然后呢，它就会变成那个地方需要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来进行修护。所以这这真的就是我们体内的一个修护系统。 所以你每次受伤的时候，你像是不小心切到自己，或者是你被细菌感染，或者是怎么样，你受到影响的部位真的就是会释放出这样子的信号，来让我们的免疫细胞还有我们的干细胞赶快抵达，好，赶快抵达到这一个感染或者是受伤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免疫细胞就会赶快去对抗这些细菌，对抗这些感染源。然后呢，如果 呃，这个地方受伤的话，我们的干细胞也会赶快过去来进行修复，所以目的真的就是为了要修复我们的组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步骤。第一个就是看到骨髓释放出干细胞，然后它会开始循环在我们的体内，它会转移，然后呢就会去到这个受伤或者是感染的部位进行增生跟分化。 所以在这一些步骤当中，其实我们研究最深入的，其实有成百上千的研究都在研究的，都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在讲干细胞是怎么样从骨髓被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从骨髓释放出来之后，这些干细胞才。 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的循环当中，所以这中间的连接，我们身体有多少干细胞跟我们的健康，其实这一个步骤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些研究有什么样子的结论好了，我们来一起盖瓜的看一看。所以当然我知道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会尽量讲的比较白话一些。那我真的是浓缩了成百上千的不同的研究，我我就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些众多的研究，他们画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那我真的是想要跟大家强调，不是只有一两个研究这么说，是成千上百的研究都这么说。那他们的结论当然就是说啊，越多的干细胞进入循环，意味就有越多的干细胞会参与我们组织的修复跟再生。所以非常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他们有一样的问题，举例来说，他们都有心脏病，或者他们的骨头都断掉了等等，都一样。那 他们的身体的修复的能力啊、速度啊、效率可能都不一样。那不一样的点就是取决于他们身体里的干细胞有多少，干细胞在足循环。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呃，有一些人他们受伤。 呃，他们可能复原的速度会比其他人还要快。那这些快的人，受伤复原比较快的人，通常他们的干细胞啊、呃、循环的数量也比较多。那反之亦然，就是干细胞比较少的人，他们的修复就比较慢。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可以增加你血液循环里面的干细胞的数量的话，那是不是就表示你的身体修复会更快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错。如果你可以增加循环的干细胞的数量的话。 那你身体的修复跟更新的速度，它的能力就也可以再更上一层楼，所以你的组织、你的细胞的更新就会加速。所以我这里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里这个研究是美国的国家健康机构他们进行的一个研究，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去去看这个呃老鼠里面的这个。 呃，冠性动脉、冠状动脉，它把它给阻挡起来，就是让血液没有办法流向心脏，基本上就是刻意的让它去触发心脏病。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些老鼠分成控制控制组跟干细胞驱动组。所以控制组他们就是没有特别的进行干预，干细胞驱动组顾名思义就是有比较多的干细胞。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个控制组。 呃，他们也没有没有比较多的干细胞。那比较多干细胞的这一组，我们可以看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过了二十七七天之后，啊、呃、啊，控制组就是没有比较多干细胞的这一组，他们的动脉壁呢就出现了一些呃伤痕，然后他们没有新的这个血管。那当中只剩下百分之十七可以存活，也就是百分之八十三死亡。那 在另外这个对照组、的实验组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只是比较多干细胞而已，可是他们的动脉壁更新的比较多，他们有新生的血管，他们的存活率高达百分之七十三，所以可以看到两张这个血管的照片，好这样子来对比，所以这里研究真的就是。 是显示出，你只要有比较多的干细胞在血液里面循环，你的身体就有能力，你你自己的生物机制，你的身体机制就有办法可以去进行修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肺脏啊、我们的胰脏啊、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我们的大脑，我们基本上身体上下所有的，像是皮肤、骨骼这一些器官、器官这些组织，所有身体的部分，其实都一样。 只要有干细胞，它真的就是可以有比较好的修复。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研究，这么多的文献都是指出这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结论，我觉得最重要的结论，因为这真的是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不仅是有问题的人，所有人都会呃从这一个结论获益。那就是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哦。 当然，你越多的干细胞在身体循环里面，你的身体就越好，你就可以修复、可以更新。可是第三个结论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身体里的干细胞不够的话，你这个有各种健康问题、呃老化的问题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我这里再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好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很少这么讲，可是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思考的话，确实情况就是这样，几乎。 每个人，他们每一个有关老化，或者是身体什么样子的疾病，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的细胞它们死亡或者是老化。所以，如果你有各种疾病，其实你你都是因为你的细胞有问题。所以，你不论是甲状腺啊，或者是肺脏啊，或者是你的你的呃这个大脑，任何器官有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细胞死掉。 那我们每天都在损失细胞，可是为什么一直要等到我们老化的时候，这些问题才会浮现呢？那问题就是在于说，我们的身体在出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是红骨髓，这些骨髓都是红色的。可是随着我们变老，随着我们长大，这些红骨髓会变成黄骨髓。 那这一些红骨髓跟黄骨髓的差别就在于它们里面的干细胞，所以等到我们快三十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红骨髓基本上就已经都没有了，所以二十八岁、三十岁差不多，你的骨髓就全部都变成黄骨髓，所以我们只剩下少数几几个骨。 个像是我们的头骨啊，我们的盆骨，呃，骨盆的这个骨骨骨头里面还剩下一点点红细胞，可是到后来基本上就是没有了。你就是可以看到这样大量的、大幅的减少，身体里只剩下黄黄骨髓，没有红骨髓。那可能你一开始不会马上注意到，那重点就是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身体里还是有很多的干细胞的循环的存量，你还有很够的这个库存可以。 供你去使用，可是随着你变老，你就是会越过一个分水岭之后，你失去的细胞跟你有的干细胞可以来补足的这个平衡就会失去，所以你的细胞就开始等于是你就入不敷出了，你的细胞就入不敷出，所以。 你不会马上年轻的时候，虽然我们随时都在损失细胞，可是你小时候、你年轻的时候，你还有干细胞可以进行修复。可是你老了之后，你就慢慢、慢慢的可以感受到，就这样日复一日的日日不,日不入不敷出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感受到细胞的补足就不够了，所以。 渐渐的，你的细胞数量就不够了，你的这个干细胞也不够了，所以你每一天每一天就是这样多丧失一点，多失去一点。那每天这样日积月累，积沙成塔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的问题就会开始浮现。所以，如果我们有办法可以补足我们身体循环里面的干细胞的话，真的就是可以对抗这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科科学上对于。 呃，老化还有疾病，还有干细胞之间的连接，我们现在就可以有了这样子的了解。那我相信，我之前就有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就是提到，呃，这一个老化跟干细胞之间的关联。所以，我们其实就有一个证据，当时的一个证据，我在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去去测量。 呃，有这些疾病、老化相关疾病的人，他们身体里的干细胞的数量，那你应该就会看到，他们血液里面循环的这个干细胞的数量，一定是会跟健康的人比起来是比较少的。那我其实当初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假说的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成千上万的研究都佐证了我的说法。所以现在如果我们来看看，这里是身体里面血液循环的干细胞的数量，然后这里可以看。 到，呃，就是在他们的血糖有问题，或者是不同的这个糖尿病的人，他们的这一个干细胞的数量跟健康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到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干细胞真的你，你你糖糖尿病越来越严重，干细胞数量就越来越少。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不仅是呃这个糖尿病，你看到肝呃或者是肾脏的机能也是一样。看到左左手边这里，在不同的这个。 呃，如果你需要洗肾呐、啊，或者是需要这些治疗的人，他们的干细胞数量也是一样，会变成是健康的人的大概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如果这里如果我们把肾功能跟干细胞拿来画一个连接的话，你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相关性。 所以你的干细胞越少，你的肾脏功能就越差；你的干细胞越多，肾脏功能肾肾脏功能就越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勃起功能，就是男性器官的勃起功能这一方面，这里也可以看到左手边跟右手边。一般健康的人，你看到平均的这个干细胞的数量，可以看到。 他跟这个有这个呃性功能障碍跟勃起功能有障碍的人比起来，哦，这个勃起功能有障碍的人，他们的干细胞数量会只剩下原本健康的人的一半，所以这是平均来说，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把呃这个勃起功能障碍、把阳痿跟干细胞拿来做一个比较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高度的相关，所以其实我们男性的阳痿很多时候其实跟我们的心血管。 的健康也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心血管不行的话，你的这个性功能肯定会被影响。所以，其实我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像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血管的健康，其实也是跟这个干细胞也息息相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健康的人，他的干细胞就是比较多；不健康的人，健干细胞数量就会变少。你也看到，我们在看到的是一样，是心脏疾病的不同程度。你看到，如果已经到第三阶段，非常严重阶段的话，你的干细胞数量跟健康人比起来，只剩下一半的数量。再来，我们来看到是消化相关的一些健康一样，你可以看到，如果各种消化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的话，你的干细胞数字一样是。 健康的人的一半一样，如果脑部还是如此，脑部不够健康的话，一样是不是？肺部健康也是如此，你可能有慢性的一些肺部一些问题，这一项是问题。你看，剩下。 干细胞数量剩下一半，关节一样剩下一半，我还可以继续有好多好多的证例都告诉大家是如此，所以这只是截取一些研究跟大家分享说这些关系是什么，他们真的真的是在干细胞的数量跟你血液中流通的干细胞数量跟你自己能不能去修复，以及要怎么样保持健康状态，这是有这样呃连接的，这样的话有更多的干细胞才能够让你老化的更优雅、更健康。 所以你要做的，当然就是要让越多的干细胞进入循环越好，这也是 Revita 不如能够做的事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好，我其实。 开始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就在做这件事情了、哦。那时候大家开始就是发现说，哇，有好多好多相关的一些有好处。所以到底好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它可以改善是呃发炎啊，跟小呃呃整个免疫系统，还有对脑部有非常。 好，你会发现说，大家就会觉得说，哇，我整个脑部变得好清晰，很能可以呃，可以更专心，可以更专注。所以这一个素师长呢，他就真的能够有这样一个呃效果。那发在同时呢，大家也发现说，哇，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好处。跟大家其中分享一个案例，我不是跟你说，Revelable u 真的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可以去体验一下。其实你自己去喝的时候，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可以那时候我去试试几。 了解说到底，这个功效是什么、啊？所以我们有好多好多不同的一些成效。每个人都会说：“哎、欸，我他对他们的成效很不同，可能说对他们的肾脏、对肝脏、对呃心血管，还有对脑部的内容很多。”但是我觉得故事是最强大的，真的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之前收到了一封信呐、啊，有一个人就跟我说：“诶、欸，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走在路上。” 然后就跌倒了，就就让自己烧烧伤了，烧伤了，真的是三度灼伤哦，真的是。等到六十岁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给了他。 呃，素食藻，然后他就开始去喝这个蓝、啊、绿藻，然后就开始喝，然后就想说，哎，他发现说，哎，他的这些东西，身体、呃、皮肤开始变痒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觉得说，嗯，但是蛮舒服嘛，所以他就决定。有人说你不要继续喝了吧，你感觉起来对你的身体就不好。可是他自己的感觉好像觉得说，好像是在复合，好像是在疗愈耶，所以他继续喝，所以他就每天每周都拍了一张他自己皮肤的一个状况，然后发现这个最后这个信雄就告诉说，你看。 我上面的弟兄弟，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从第一张图到最后一张图，你发现最后一张完全没有疤痕嘞，所有东西都消失，真的全部都消失。当然，我很清楚，我先跟他说，我没有说 reversible re 能够修复伤疤，但是这个是我没有办法否认的。我不是说这这绝对不是故就故事而已，我没有这个案例研究，这个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真的就收到了这封信，他跟我介绍这件事，让我知道说，哎，到底这个产品能够做什么、啊？ 所以我发现说，哦，原来是素丝藻这个研究，让我们知道说，哎，干细胞的疗好所以我们就开始去研究素丝藻，发现说它能做的事情，就是真的能够让身体从骨髓里面释出、释放出更多的干细胞，让身体能够有更多的干细胞在流动，所以大成比例呢，大概是多了百分之二十，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素丝藻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它能够促进我们释放出干细胞。 所以其实很神奇啊，因为其实身体我们身体干细胞就是一个自自我修复的一个系统，它能够协助我们自己修复。而在大自然居然有这样的一个藻类，能够协助我们去试出这样干细胞，能够修复我们自己的身体跟细胞。譬如说像人参，或者是海带藻，或者是。 我们就做了一些很多这种自然这些研究，然后发现说它真的都能够，呃，有所改善。但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是沙棘果，你知道你没有知道沙棘果嘛？就是西藏那个高原卖的这个不种的这些沙棘果，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在西藏高原里面的一个画面。那其实真的非常有趣哦，因为在这边呢，我们发现这它其实是拉丁名字，拉丁的名意思是是光火呃马。 就是马之光，所以那时候如果你那时候，那之前我们去了中国，然后我们去跟看到说，哎，上面在那个西藏高原有好多好多的远高呃很多马嘛，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哎，这些马其实非常有活力，你会发现说，哦，其实原来他们是吃了这些沙棘果的原因，所以他们才是说，哦，原来这些马因此变得是很有活力，是因为这些沙棘果的原因。 那我们也是在中国这个西藏高原这边呢，就开始去采收这些沙棘果。那它其实常常会在蒙古啊、中药啊，或者一些呃西藏的这些药里面呢去用沙棘果，它其实都能够改善整体的心血管啊，然后改善肾脏啊、改善胰脏、改善骨折的一些问题等等。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也能我我在想说，这沙棘果应该也能够改善干细胞吧，所以我们就去做相关的研究。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大概是一年前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出版的一个研究，然后发现说，确实沙棘果可以呃呃启动去释放更多的干细胞到身体里面。你可以看到，只要喝了两个小时哦，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就直接更增加了，这个增加的数字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左右。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我们去萃取芦荟，它不是一般的芦荟而已哦。 你知道在市家市面上常常可以看到各种芦荟的产品嘛？但是这个呢，芦荟的萃取物其实真的，我们去做研究发现，说了真的能够改善脑部的健康，所以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发现我们把这些全部把它弄成一些小小的这些萃取物，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一些物品。然后你可以看到一样服用了以后，大概数字就是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的干细胞。 这就是 Revital Blue 能够做到的事情，它就能够收集。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是沙棘浆果、素丝藻跟芦荟这一些，全部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它真的这这三个都能够真的促进呃干细胞在血液的流环循环。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吃了 Revital Blue 以后，你看是呃，你就可以有。 让协议里面能够增加两百万到五百万的干细胞，它最后能够帮你修复干组织。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些健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欸，我们也知道干细胞的功用是什么。那 Revitalblue 这个产品到底是为了谁呢？第一个答案当然是很明显，答案就是。 因为干细胞基本上是修复的系统之一的一环嘛，所以当然，如果任何人他可能有相关那种一直亚健康状况的人，或者是他可能一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人，那他们就可以适合吃 Revital Blue。那有些人可能认为说，哎、如果我有哎，譬如说呃糖尿病啊，或是帕金森氏症的话，任何的一些疾病你都其实都一样。我们可以直接，我们可以喝 Revital Blue。 <noise>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让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真的能够做这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只我们不能说它能够让你康复。但是我们能够说的是 r e v e l a b u l o 的时候，它能够真的能够增加你的干细胞在血液输面。它能够对于你的骨髓，呃，对你的任何身体任何脊椎、肾脏、任何这些地方都能够促进它们的修复。所以。 我在想是那我的干细胞真的能够帮我工作吗？没错，你的干细胞一定会帮你工作，因为如果你的干细胞没有在帮你工作的话，你就不会还活着了。之所以能够继续活着，原因是因为你的骨髓确实就一直有干细胞在释出、释出到你的血液里面，只是目前你的数量、你的干细胞的流通的数量、循环的数量可能不够多，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健康。所以能够刺激它的释放、刺激它的释出的话，就能够改善你的健康状况。再来。 健康。 呃、欸，如果你想要维持青春，你想要维持健康的话，那当然你也希望能够增加干细胞的数量，因为我们在随着我们老化的时候，你们发现干细胞的数量其实是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 r e v i t a l b l e 其实没有做什么事情，它就是促进你身体干细胞的数量。呃，所以真正在做、真正在运作的是你自己的细胞、你自己的干细胞在做身体的修复，在修复你的组织。再来，它适合对象第三种是什么呢？想要拥有更好治愈能力的人。 所以，譬如说我可能受伤啊，或者是一些急性的一些呃发炎疼痛，这些都需要干细胞，需要更多干细胞在你的血液里面循环，然后能够去协助你这个区域，帮它加快它的修复速度。所以，如果你能够每天服用这个产品的话，呃，香港团队跟我分享，我们你们是你们的产品，其实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棒哦。所以你看，他们积极协是说。 你们要吃什么 Revival Re Blue 呢？早上跟晚上各吃一次，好吗？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话，当然你可以一天吃三次。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蛮清楚的。香港团队跟大家讲，大中华区就是这样。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内容大概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就先暂停分享，然后 Lindsay 接下来时间交给你。